已知 of f of s 等于 log 二分之一 s， 若 f of a 等于12，是求 f of 2 a 之值。我们先将 f of a 代入原来的式子，等于 log 二分之一 a 等于12。那我们要求的 f of 2 a 就要等于二分之一的2 a， 二分之一2 a 的话，相乘等于相加。等于二分之一的二，再加上 log 二分之一的 a， 那这个的话会等于二分之一的负一次方，二分之一次方 log 二分之一 a 会等于12，所以等于负一加12等于11。好，那这边题目有一个缺陷，就是它的 a 应该要大于。好，因为真数需要大于0，所以 a 一定要大于0的数字。